知道哦。朋友们，今天凯文准备了好奇心公寓特辑哦，正式正式正式制作好奇心公寓年历，鼓掌。凯文在思考如何制作这个年历的时候呢，想起来好奇心公寓一年来和朋友们一起从一月到十二月一共十二个月，所以凯文决定要将好奇心公寓的照片全部放进去，一共放入十二个哦。哦，朋友们，你们喜欢的还有凯文自己满意的，我们现在一起来挑选一下吧。来，哇，真的好多，朋友们真的好感动啊。首先第一个绝对不能少的这个第一个选择是好奇心公寓正式正式，朋友们想起来了吗？凯文想到了，这个酸奶饮水机，朋友们想起来了吗？直到今天在外面很多朋友遇到我的时候都和我提到这期酸奶饮水机的视频很有趣，即使现在看到也觉得非常有趣啊。哇，过去的记忆历历在目哦，来看看视频吧。已经装了一半了，在红色之中，朋友们看到了吗？啊，真的是历历在目啊。那个时候凯文好单纯啊，现在想起来那个热热的酸奶味道。来，我们选择了这个。被选中的照片呢，凯文会贴上贴纸哦。来，我们来挑选下一个月的照片呢。视频反响最好的，人气最高的前三名，凯文已经选好了。凯文的答案，朋友们应该会同意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哒哒，酒店篇，凯文酒店，鼓掌。这一期凯文酒店篇呢，是凯文非常喜欢的一期好奇心公寓视频哦。理由呢？就是酒店的装饰设计得非常漂亮，朋友们也非常喜欢吧。延续了前篇炸鸡店的精髓，就是这个酒店篇，其中还有这个场景，凯文非常喜欢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您稍等。您好，房费是5亿5千万。多少？啊，5亿5千。哦，是不是很搞笑呢？这个也是朋友们当时非常喜欢的场景哦，这张第三名。第二名呢？嘟嘟嘟嘟嘟嘟嘟，海洋球，宇宙人。凯文印象中，这应该是凯文第一次离开公寓，在户外进行短暂的一个拍摄哦。你们看这个装扮，身上粘满了这个海洋球，还有我非常喜欢的场面啊，一起来看看。我发现有一个巨大的障碍物。老爷爷老奶奶的眼神像是看了奇怪的人一样，您在想那是什么呀？那一幕真的非常搞笑呢，海洋球的颜色真的很丰富，超可爱呢。众望所归的第一名，这边这边，正式正式，史莱姆游乐园。这一期是迄今为止朋友们最喜欢的，而且拍摄视频的时候凯文真的非常辛苦的。那个视频的评论有，凯文没有被妈妈教训吗？凯文那个要怎么打扫干净啊？真的就像朋友们担心的那样，打扫的时候花了4个小时。那个时候玩得好开心啊。啊，我又想玩史莱姆了。啊，算了，4个小时清理真的会很辛苦的，而且可能真的会被妈妈教训的。这个当好了。好了，现在选好了四个了，还要挑选8个。之前呢都是朋友们喜爱的，那么现在凯文要来选一选自己真的非常喜欢的都有什么呢。这个如果我的一天都在电视里面出现，这个狗血电视剧的主人公，还有新闻主播，当时还有嘻哈少年，而且当时还一起播了气象预报的呢，一起来看看吧。虽然现在是秋天，险峰十分的强大，我是凯文老奶奶呀，决定一下厨房的主人吧。凯文自认为非常完美的消化了各种角色，难道不是吗？朋友们，是吧？那我们继续来看看我的选择还有什么呢。这个突然想吃冰淇淋了，那就选择这个冰淇淋商店的视频吧。美妆商店也是年历里面需要一些闪闪发亮的照片啊，所以选择了这个，很漂亮吧这个颜色。还有凯文家里突然出现小偷这一期，然后接下来呢，这个电影院片，这个电影院片呢是凯文亲自制作了一个电影院的放映箱子哦，后面
凯文看到网络上好多朋友们看了这期好奇心视频之后呢，制作了这个电影放映箱子哦，我都看到了哦，朋友们。如果还有朋友们没看过这期的话，也可以找来看看，看过之后手工制作一下也不错哦。好，到现在为止，凯文一共选择了11张。哦，还要选择什么呢？凯文其实每一张都想选呢。那么，因为凯文要制作特别的年历啊，因为它特别的话，那么就留一张，让凯文亲自绘画吧。凯文真的思考了非常久，这一张要放什么照片比较好呢？凯文认为呢，年历就是回忆，一页一页的翻过去都成为了回忆吧。所以，凯文要画出这一整年的回忆哦，还有和朋友们一起美好的回忆的。总之，回忆就是照片嘛。开始。在这个拍立得相框里面，凯文留下了自己的回忆。还有，凯文在拍摄《好奇心公寓》的时候，一直都穿着睡衣嘛，今天也穿的是睡衣。朋友们应该非常喜欢这个小黄人睡衣吧？所以凯文准备把它画进去哟。第二个呢？凯文在这4个拍立得相框里面画出了我的回忆哦。那么第一个回忆就是，凯文正在拍摄《好奇心公寓》，旁边这个是什么呢？没错，举办 Love 演唱会。Love 演唱会 ，Love Love Love。旁边这个呢，和演唱会连在一起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电影，和朋友们一起在电影院看的电影啊。最后呢，是凯文穿着各种款式的睡衣，这就寓意着好奇心公寓永不停止，表情都是一样的，永远明朗的笑容。现在把框架已经画好了，涵盖了这一年的回忆。哦，这个要放在哪一个月呢？凯文会好好的选择的。朋友们想知道的话，朋友们，人们想起年历的时候呢，都有一些固定印象，例如7、8月就是水上乐园的照片，12月的话就是圣诞老爷爷的照片，3月的话呢就是开学的日子，会放一些开学的照片进去，背着书包的那种感觉。中秋春节的话就是一些特别象征性的日子，但是。凯文准备的这些照片呢，还有所不足，所以凯文现在就要配合着这些固定日子拍摄一下，提高凯文年历的完成度哦。新学期，新面貌，拍摄开始，一起上学吧，去学校了，叨叨，新年快乐。夏天啊，哎，啊，这个呢，我要和酒店篇放在一起。酒店篇，欢迎光临，这是凯文酒店。凯文的选择，茄子，哇，拍摄结束。哦，现在要去制作年历了，朋友们敬请期待哦！哈哈哈哈，哇，朋友们。
好奇心公寓的年历制作完成了，比凯文想象中的好看好多啊。那么我们现在一起仔细来看看吧。哇，朋友们，还记得凯文那时候拍摄的照片吗？在那个基础照片上做了一个 PS， 呵呵，非常漂亮帅气吧，朋友们想拥有吧，那就敬请多多关注凯文的好奇心公寓频道吧。